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简易厨房大挑战》，我系 Mavis。话说早前嘅雪糕拉面同埋即食面隐藏食法都引起咗热潮，咁唔知道如果将雪糕同埋淡淡新拉面结合，又系咩效果呢？即刻试试啦！完成啦！究竟加咗雪糕之后嘅淡淡新拉面有啲咩唔同呢？我而家就要召唤其他小编同我一齐试食。Vicky 神，系而家面前咧就有一碗正常嘅淡淡新拉面，同埋加咗雪糕嘅淡淡新拉面。雪糕啊，而家睇你睇有咩出咩分别？其实好似冇乜分别咯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觉得个汤咧呢个好饮啲咯，我觉得呢个似普通，呢个系加咗料嘅新拉面。恭喜你，你得啱。